你好，我是折纸王子，我买这一款蝙蝠纸飞机。我用的是 A4 纸，首先把两边对折，把这个往回折，放到背面，这个往回折，把这个角往上折。这个角往下折，放到背面，这一侧也一样。展开，往上折，这个角折向这个角。这一侧也一样，上面的角往下折，放到背面，这个角往下折，把它对折，留出一小段往下折。这一侧也一样，展开，后面向上弯曲，调整一下，这样就完成了。